我叫耿耿。我叫于环。许多年后回想起高中生活，总是会回想起那天晚上我们手拉着手在月光下奔跑。当时的他是最好的他，可是很久很久以后的我才是最好的你。最好的我们之间隔了一整个青春，怎么奔跑也跨不过的青春。我叫于怀，我前面人叫耿耿，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。你今天为什么要帮我呀？你刚才裤子都抽抽了，我不干谁干啊？我是说今天你为什么要站出来帮我？还不是看你傻，话都不会说。你耳朵红的。那我们坐同桌吧，我帮你。我曾问过你吧。耿耿啊，咱俩说好，那人家乐意吗？那可是最后一个。我愿意。也许你身边的人就是你这一辈子最值得珍惜的财富。张老师，我没听懂。还有没有牵挂？陈浩南当初受伤的时候，小结巴就这么照顾的他。哎，于怀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真的很喜欢，很喜欢跟你做同桌。后悔了，真好。嗯，为什么不说话？哥哥，啊，我们一直做同桌。你一直跟我做同桌，不就是因为你觉得我做这些都是为了陈雪君是吗？你脑子进水，赶紧把脑晃晃吧，麻辣烫清一清行吗？哎呀，我知道我为什么想要坐你旁边，可你知道吗？玉怀，你是不是喜欢？我想。感动小爷我的人，我看他是活腻了。喜欢这个呢，是朕赏给你的耿爱卿，跪下坚持。这是什么呀，于公公？给你就拿着。这过不过？于怀，刚才拍的特别像民国时期的结婚照。哎，耿耿，你说我第一次遇见你是什么感觉？啊？就是在操场护栏那会儿，当时你被夹在护栏中间，头还让我砸，笑还笑，当时就觉得你还挺好看的。你刚说什么？啊，你是我崇拜的人哎。又是一年盛夏，会偶尔想我吗？笨蛋，你应该说我送你的都喜欢。送在我窗台上的那个小花是你送的吗？就是小爷我放的，怎么了？谢谢你。那你希望我谢了吗？我在想，知道吗？我曾经有一个很荒谬的想法。我想学文科估计也挺有意思的。没有东西，我能做你的人吗？当年你可是为了他留在台湾的。耿耿，来一下环球高点。我们找机会一起种棵树。你之前不是说你想种树吗？感觉一棵树似乎在岁月面前更加美。你说你们为什么要分开？你见过于怀吗？不管有多舍不得。于怀我不知道。还是会分的。他没有跟我联系过。耿耿，我跟于怀十多年了，该不他了。